四进八公新平里，七情六淫七平情，单歌完善中国法，医德良心天地地，阿弘健康万丈。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六，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对中医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腹肚定定咧做药毒、心情未轻松、未顺遂的朋友，来，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人讲建议师中医治，先生行是主人服。无少气焰，互相研究，互相探讨，形成上一个参考，并且注意动好。网内观众朋友，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唔免客气，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阿是名片，搁一个靠一个阿，宏是江鸟宏，宏图大电这个宏，只拍阿宏健康万谈，身体要健康，电话赶紧拍互通。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找阿宏就可以。感谢你的收看，阿宏健康万谈。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朝阳不时在叫我，看着悲哀也有大目屎，盼我转去。各位阿宏健康问答，阿咱这网友观众听众，大家午安，大家黄昏快乐，大家好。那么又过到咱这个阿宏健康问答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伊原是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而且中医药。那么咱前一回探讨妇科疾病，这个探讨甲咱这个盆腔炎，就是。骨盆腔发炎，哦，骨盘就对了，哦，盆腔就是骨盘。那么，咱进前介绍有两个临床方，头一个临床方是这个益盆饮，第二个验方是双氧合剂。那么我一个先简单来讲这个骨盘发炎，那么简单哦，也就是算讲病
吼，伊即个来源啊，甲伊即个器官，简单啊，我来甲各甲讲一遍啊。即个骨盘发炎、骨盆腔发炎，吼，就是伫个讲咱生殖器官的即个发炎症。女性就是子宫啊、卵巢啊，以及到这个输卵管啊，这。那么骨盆腔伊的这个结缔组织发炎，以及到骨盘腹膜炎，临床上会当分为急性的啊加慢性的两种。那么急性的发炎就是主要发烧、胃寒、精神不振、食欲差，这个腹肚会胀，甚至这个肚脐吼会痛疼。那么痛疼会向两侧吼，伊的这个，比如讲街边一家吼，啊来放松吼。那么有带下两嘴。哦，那么女性吼，拢有白带嘛吼，黄带啦，哦，甚至五色带，哦，带下两嘴，吼、哦。那么慢性的这个骨盘发炎，拢是由慢诶急性的吼、哦，啊无治好啦，或者是讲啊有诶这个急性的，伊的这个症头并无明显，但个。检查出来已经慢性了，吼、哦，啥所做慢性的？急性的就是讲你达到起始，哦，算讲咱感冒，哦，啊，就感冒着，哇，发烧、胃寒，哦，流鼻水，啊，鼻啊黄，甚至嗽，哦，甚至会说呐，颔骨呐硬，吼、哦，那么急性的。那么就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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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讲你无食药啊，哎，家己都来好起啊。哦，这就是急性。也是讲急性，拄好我伫讲急性。那么食药啊，医生治疗好，哦，这急性。慢性就是呐，你急性诶，譬如讲你嗽啦，吼、哦、啊，流鼻水啦，头壳疼啦，吼、哦，这属于感冒诶。哦，还是讲不明原因的这个头痛，那么直直吃药啊，直医生直直看，那么经过三个月，这就是算慢性。三个月了后，你种症状啊个症头啊个是安尼，这就算慢性。哦，安尼急性甲慢性，啊来分别，哦安尼你知啦吼、哦。啊，所以说呢，急性慢性的，就是。情形就是安尼，哦，言语也好啦，还是讲无明显也好啦，那么到发现着我，就是慢性，哦，那么病情定定比较的都较顽固，因为慢性的就是治袂好，对不对？治无好啊，哦，啊，家己身体抵抗力嘛无多人撞到这个病，哦，啊，来个这个在第一体内，哦，啊来个抵抗和。无去，吼、哦！啊，那么也是那呢，伊这个当机体抵抗力比较的较差、较低的时阵，那么容易就过来发生，哦，过来复发了，哦，这种是慢性，哦。啊，那么有诶，产生感冒，你若治好去啊，吼、哦！啊了后半年、一年，诶，搁感冒。哦，这种的就是你的这个抵抗力较低。啊，你若一年烫天，定定咧感冒，这种的就是慢性的。哦，这种的不是讲急性的。所以爱分清楚。像这咱第三个凌晨汤，哦，或者空灵汤，空是健康的空，灵是安灵的灵，空灵汤。一村内面有智慧地顶、蒲公英、啊加百丈草、白花蛇枝草、啊加苦心根，吼、哦。那么，这五味，
那么这样的这个方法，顶头这个油啊，哦，转成100毫升了后，哦，这要注意，哦。那么伊这大陆是安尼生啦，哦，咱台湾嘛是同款。伊下这个防腐剂，有咱这个算讲一定伊的这个范围，超过都袂使，吼，哦，超过都袂使，哦，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吼，哦。因大陆，哦，伊当然，你若是民间的，伊家己做的，伊政府无法度，你家己做家己吃，伊政府嘛管袂着，吼，哦。啊，你若要做的袂，同款咯，吼，哦，同款爱甲你抽检。那发觉讲你这个防腐剂，伊是温存会当用防腐剂，但是你用这个帕索超过，那安尼照常会发，甲咱台湾拢是同款，吼，哦。所以伊会当是防腐剂。啊，那么这个每遍差不多摕50毫升，加这个滚水，吼，哦，啊来稀释，加100毫升。那么油啊，这温度38度的时阵，吼，哦，爱保留灌肠，吼，哦，每毫升加滚水，吼，哦，啊，互补稀释加。拄仔咱第一讲，即个100毫升，吼，哦。那么每一天食一贴，10遍为即个疗程。那么其实阿宏甲看即个凌晨昏吼，咱大家卖下咱即个防腐剂啦，吼，哦，咱都达工甲怎，吼，哦，达工甲怎？啊，那无吼，你用过浓缩的这个油粉，咱台湾油厂有在做浓缩的这个油粉，参像这边聚会地顶有油厂有在做，蒲公英嘛有，百香草嘛有，白花蛇刺草嘛有，苦心菌嘛有。那么这五味油啊，咱该捡浓缩。吼，哦，甲捡浓缩，那么唔免去哈下咱这个防腐剂，吼，哦，啊浓缩真简单，哦，你这五味甲搅搅的或嚼，吼，哦，我甲你讲，一天食3遍，一边食3公克至4公克，安尼袂输，即嘛。这个制用方法者，吼，哦，我见那是唔知影，还是有疑问，吼，哦，还是大家互相也要研究探讨，免客气。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138，台北电话02297771138，那么咱即马现场，吼，哦。拄则我伫个讲个，当然以这个10遍为一个疗程，吼，哦，10遍为一个疗程，吼，哦。那么以这个适应症是治疗盆腔炎，就是骨盘发炎，吼，哦。第四个凌晨昏，名叫做清宫饮，伊出昏内面有。梨花，所以梨花就是金银花啦，哦，那么金银花较早的人，白伊就讲银啊，哦，白就讲银，啊，黄色伊就讲金啊，哦，安尼你知啦，哦，所以梨花就是金银花，过来光阴就是蒲公英，薏仁就是薏苡仁，哦，那么甘草。咸白，咸白就是黄白，落去炒盐的，叫做咸白。骨椒、牡丹皮、葱汁、茯苓、鸡精子、
打错。这个打错是呢，打错就是两打错，龙胆草，吼、哦。伊这个制用方法是用水落去转，转来加每工一贴。伊这个适应症，吼、哦，是附件炎、附件炎、附件就是咱拄下底讲的，两招，吼、哦，猪姜，吼、哦，啊加苏仁梗，这就是，这就是附件，哦，这就是附件，哦，器官就对，哦，这就是器官。哦，那么这是第四个凌晨哼，清宫印，哈、哦，过来第五哼，第五哼，伊这个名叫做三凤汤咖啡，阿来灌汤，这咱台湾无啦。灌肠大陆才有，因为因大陆中西结合，中西配合，边的话嘛是安，一边中医一边西医，啊，所以因中西结合的，哦，啊，所以伊就是安怎，一旦中医中医部的这边，伊嘛是中医边啊，啊，一旦灌肠。咱台湾有中医病院无？无啦，拢是诊所。什么叫做中医病院？就是会当予你住院，参详西医，甲你留个住院，迄就是病院啊。啊，若剩个拢是诊所，哦，拢是诊所。迄有个写讲哦，这中医病院，其实联合哦，伊都。几个医生安尼就对个啦，哦，迄个联合有病床无？无，会叫你住院无？无，你着看看，搁转去，啊、哦、啊，伊开予你几工药啊？几工了后，你再过来复诊。咱台湾是安尼，在大陆无共哦，大陆伊那是中医病，会当收患者，中风的来，哦，你随个孙阿娘。嘴歪把酒出来，哇！啊，点么迄落紧急的来，医生、中医师看看来，叫家属的吼、哦、去去的孙阿娘，去迄、那个挂号处，吼、哦、啊，摕医生开的一些医生单，吼、哦、啊，摕去挂号的遐。入面迄个窗仔口就对，哦，住院窗口去办入院，啊，摕医生的这个诊断，摕去予看，伊就会安排伊这个病程。咱台湾有无？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常常在批评哦，台湾的中医有较差啦。安怎？伊无法度收病人，伫个病院啊来观察，来做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治疗。所以台湾中医无效啊，这方面呢，人大陆，嘿，甲西医平等啊，对不对？我拄仔伫个讲个啊，你若。在地方的啦，譬如讲你这个福州，换作安尼来讲，福州有这个病院，吼、哦、有什么遐病院？啊，那么伊有的西医到中医部啊，啊，伊中医部唔是像咱只讲中医部呢，伊甲西医拢平等的呢，中医病院呢，啊。啊！伊会挂一个什么呀？迄、那个某什么遐啊？结合医院，就是伊中西就对。你入去看嘛有中医的，啊，人伊也看看，该当杀去中医的，伊就杀，伊就转去中医去就对了。
啊，然后啊，这落来中医落去听，落去继续搁再做治疗，人伊都会算啊转对中医的去啊。啊，你甲想，咱台湾有无？没有。好来，时间超过来，咱听歌啦，听阿宏唱两首啊歌。哇，阿宏哦，这无唱新的啦，啊，这一百外条拢在轮来轮去，哈哈。来，红白山。思念故乡的情歌，唱出满腹的心声，目睭像映着红飞沙，目屎像雨水滴袂煞。
有约束要给我，我有表明要甲你娶，恩恩爱爱三年外，全忘无浪去牵挂。昨日的愿讲无我你不活，明日变心怎样讲你不把我。心海底吃，无讲半句离开我，像你这款女性，像你这款女性，谁人敢娶？你有约束要给我，我有表明要甲你娶，恩恩爱爱三年外，全忘无浪去变卦。昨日的乱讲我你不活，明日变心怎样讲你不把我。啊，女人女人女人心海底吃，无讲半句离开我，像你这款女性，像你这款女性，谁人敢娶？我你不活，明日变心怎样讲你不把我。啊，女人女人女人心海底吃，无讲半句离开我，像你这款女性，像你这款女性，谁人敢娶？一个恋的暗暝，等待你的门口，袂当我迄个也心爱的人，有几个两张单影票，等着我爱恁的暗暝，等待你的门口，时间已经到也心爱。八点、九点、十点也已经过去了，你哪会无来？
敢讲是你袂去，也是阮看讲跟他人无去，啊，我袂搁等啦，拆拆好破啦。一双电影票无底，伊做伊摇土大腿，吃苦该是伊。是寂寞的你，今天离开电影街，敢是你袂记，也还是你故意，拿破了两张电影票，拿破了两张电影票。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咱即马所进行个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咱个节目是每工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四点开始，加六点。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个即个中医药。那么，咱今日继续咱前回即个妇产妇科。也一寡即个疾病，那么咱拄则讲继续咱进前讲即个骨盘炎吼盆腔炎，那么第五个即个临床的即个炎方，就是叫做三黄汤加味灌肠。所以讲到即个灌肠，就是大陆教，咱台湾的中医师无咧灌肠。无咧灌肠，吼、哦！伊若安尼生咧做，有可能维生素诶，伊未稳准，吼、哦，未稳准。因为这种灌肠是西医诶，即个灌肠，吼、哦，西医诶灌肠。啊，所以咱台湾中医你要甲摕来做，伊即个维生素诶，即绝对伊无同意，吼、哦，绝对无同意。所以我定定咧批啦，奇怪。啊，这针灸是中医的物件，啊，伊西医会当摕去用。哦，你甲看，迄落大大也好，毛针灸啊，伊会使针灸啊。哦，啊，这个营养的嘛是有啊，对不对？哦，啊，是安怎？伊这中医的器材呢？这针灸啊，针灸的西医哪有咧针灸？那是较早几年前的孙阿娘。可能是五六十年前啦，五六十年前啦，吼、哦，我看对，超过六十年前。伊这个西医，就是有甲，迄阵啊，咱甲这个美国，对不对？邦交国嘛，吼、哦，咱是联合国的这个理事国，迄阵啊，咱中华民国啊，是联合国的这个理事国。阿强诶，迄阵啊无呢，迄阵联合国无名呢，迄阵联合国伊是算观察员安尼啊呢。啊，你着慢慢，人因伫咧交配，对不对？啊，一直看去，啊，咱毋是，咱伫咧萎缩去，啊，萎缩人因交配看，啊，当然死交投票，人因愈来愈侪票啊，啊，落尾啊，毋知在美国诶时阵安尼啊，通知即个中华民国。迄阵也是老总统，伊讲安尼啦，啊无就吼，参像韩国安尼，一人一国安尼就对了。啊，咱迄个臭头也歪，伊臭头连讲的孙安尼啊，阿强的是擦啦，哦，所以伊咧讲的孙安尼啊，这个什么擦不两立啊，啊就是安尼，哦，伊廖总统伊是正统的，啊大陆迄边是算讲篡国就对了，哦，啊，所以这个老总统蒋介石蒋中正卖，啊卖了，讲了后，到尾啊，唔知几年，唔知第几年，然后过一年两年，然后人联合国都
都开始投票啊，对不对？结果都人因都加入啊，啊加入咱唔再退出，是安尼呢？啊唔再咱即嘛唔再算孤单老人呢？唔再愈来愈无迄款呢？迄是安尼生呢？所以咱较早以这个美国，迄阵啊就教咱学，吼、哦，教咱学，吼、哦。所以说那呢，了用，这唱歌有影呢？哦，一滴鼻烟，了后人伊拢入法，在美国啦、加州啦，都一样，拢伊个州有诶都立法啦。认为讲这个占区是合法的，占区治病是有效的。安尼甲咱扣去呢？啊，当时诶阵啊，尔咱台湾一挂西医哦，去美国去培训啦。有诶去一两个月啊啦，好啊，回来就讲伊留学啊，就讲伊留学啊，啊一个回来，伊去学占卜啊，啊占卜简单阁好学啊，对不对？哦，啊结果回来，伊西医，伊会使用，啊其实这是中医诶物件，所以我定定咧批就是安尼，啊西医会当用中医诶仪器。哦，迄落迄针嘛算机器啊，对不对？啊，中医袂使用西医的，人大了无共啊，大了会使。哦，只要你有专业，哦，中医病医，哦，只要你哦，伫咧照电工的，哦，照电工的你只要有迄个牌照，哦，国家有承认的，你拢会使用，拢会使用。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所以人因是人因的制度，国家就是中西结合的平等啊。所以人因那边没在说、啊、你这中医比较漏开、啊、你中医比较含慢，没啦，人因中西医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人有的西医就说、啊、你去吃中药啦，你去找中医啦，你要想我们台湾有没有？有啦，真少啦！啊，人因大陆的西医90%拢嘛是，啊叫你讲啊，你这若无迄落，你去找中医师，啊无你去食中药，人因拢嘛是安尼先。后来咱继续，这个三黄汤加味，内面有黄芩、黄柏、黄芪。这三项叫做三黄，当然啦，毛人讲黄芩、黄芪、大黄，这嘛是算三黄，吼、哦，你知吼？过来，火中，火中这会当治肝病，伊会当化血，吼、哦，这会使讲大陆的这个中医师治疗肝病，这味拢有效，吼、哦。过来，适应的这个方法，用个水落去转，转到100毫升，而且油汁，吼、哦。过来温度调到38度左右，啊来保留这个罐头。意思就是讲，38度袂当伤过烧。嘛袂当伤过冷，保持迄个度数，啊才开始灌肠。吼、哦，那么每天一遍，10遍为一个疗程。吼、哦，啊注意哦，哦经来的时阵，期间爱暂时爱停起来，哦袂使落去灌肠的。吼、哦，啊你甲想，人伊大了你甲看，这真普遍啊，啊你家己嘛会当去做呢。会啊，家己嘛会当做。伊这无限定讲中医师才会当做啦，所以伊是安尼流传。伊这个算讲，这个讲义，吼、哦，伊就是讲你若要家己做，嘛会使。但是伊咧讲，就是讲爱有较专门的啦，哦，这爱搁消毒啊，对不对？你要灌的时阵，你要有迄个灌的迄个器具，迄个器具拢爱消毒。
而且伫个两日去，两日去个即个即个算讲江门个时阵，对不对？哦，你爱受过有训练过，或是讲你有真了解，哦，你来使用拢会使。哦，然后两日去，然后药啊则灌入去，即会当治疗。哦，即会使讲包括。包括的孙安尼直肠癌，包括这个大肠诶内面这个癌，有诶就是用中药安尼先做治疗，治疗较好去，西医无法度。哎，你边啊讲？遐你边啊讲？对唔对啦？所以人因中医研究甲会当注射、注啥、注当归、注川芎、注迄个方剂，吼、哦，像西医第一讲诶。迄、那个坐，什么款坐？安尼，伊内面骨内皮、骨内皮油啊，啊，落去坐，坐上西医的这个注射剂，安那咧注血管、注皮肤的。大陆中医是安尼呢，啊，啊，这会当甲你注穿姜，遐会当甲你注啥？人伊安尼呢？啊，咱台湾，咱台湾无法度啦，哦。啊，无到遐去，啊，是啊，啊，无到遐去，制度的问题啊，我拄仔咧讲啊，台湾中医有病院无？无啊，咱嘛真少。好病院拢是几个医生安尼落去，迄个就是讲病院啊。啊，伊有咧大医院无？没有。吼、哦，安尼你知？吼、哦，来继续。所以这条冠状适应症。治疗慢性的这个骨盘发炎，哦，骨盆腔发炎的，啊，伊安怎为肠仔遐灌药啊，啊咧治疗，啊你甲想，这个治疗方法甲西医无啥共，对不对？西医爱对环保，是不是？中医无一定啊。中医吼，你若这边会病，会当对这边治疗；顶卦会病，会当为下焦落去治疗。下焦会病，下面的病会当为顶头治疗，甚至为这个头壳、这个百会嘛当治疗。啊，你个想？治疗的方法无同吼。啊，这讲的。想要相信，对不对？你那外国的西医不相信啊，介遐奇怪。啊，你病到底下面的是安怎？譬如讲呢，这个脚啦、生裂啊啦，奇怪。啊，你啥脚呢？生裂啊，歪迄款啊，为顶头咧做治疗。迄在一般来讲，理论上，这都唔对起啊。但是咱老祖先第一治疗都较早发觉讲，哎、欸，其实的时阵，规身躯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中医唔才有十二经络，踮着循环全身躯，是不是？药啊唔才有分，这个药啊是行肝经、行心经、行膀胱经的。西医有这无？无啦。是不是？所以无同款，吼、哦，安尼你知啦，吼、哦。来，下面咱来讲这个阴道炎。这个阴道炎，因为妇孺皆有，吼、哦，咱男士无，吼、哦。这个阴道炎就是讲主要有地毯性的这个阴道发炎。依照这个霉菌，吼、哦，霉菌性的这个阴道发炎两种，那么两项拢是妇科常常看的一种的这个病症。地毯是通过接触到进行传染，地毯是传染的。哦，譬如讲，阿罗先生，哦，阿那么去
花果柳巷，吼、哦，啊，到去湖北来，回来，啊，搁甲太太，吼、哦，啊，那么，啊来，这方面呢，哦，接触，啊，所以传染，啊，那是年轻呢，哎，这个传染方式，加咱这个地毯。传染的这个印度炎，吼、哦，呼，这个有新的这个葫芦，以及到糖尿病患者，那么比较的确定来看，哦，都像咱第一讲的，年轻传染的这个方式，加地毯性的这个。印度炎传染方式同款，吼、哦。那么以此外，长期的使用注意哦，长期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讲接受放射放射，就是咧照射去啊，哦，照射。那么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咱这个菌群。就是每次呢，那是地毯遮发生混乱，嘛会容易啊来发病。好、哦，这要注意。那么咱来讲治疗印度炎，头一个临床方，就是枯地砖，因为因大陆的中药拢砖的较济啦，90%。我中医师开予伊迄个病人，拢是用砖，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一方面砖，哦，啊配合着药丸，啊是药锭，啊是浓缩，哦，安尼咧使用，因是砖为主，哦，砖为主。嗯，阿宏，你哪遐知？阿奈唔知。阿宏就伫个因遐边实习过，哦，阿宏就是伫个因遐实习边实习过，吼、哦。过来，那么头一个，嗯，枯地砖，内面出的药啊有百步草，百步草就是百步，月桂花。哦，甘草、龟冠花、老茄罗、椒葵、川短，川短就是绿杉、龟血藤、茯苓皮、白米、白花，哈、哦，扁豆花。哦，扁豆的这个花，哦，咱中药有迄个扁豆、扁豆仁呐，哦，扁豆仁、扁豆迄个仁吼，啊，伊这是咧用扁豆开的这个花，哦，过来转冬瓜，冬瓜有分呐、啊，分啥？转冬瓜、龟心啊，甲龟背，哦，冬瓜。有这三个部分，啊，伊这是要全部冬瓜，全冬瓜，就是冬瓜心、冬瓜脚，吼、哦，啊，介是那尼啊，这个冬瓜心，吼、哦，拢总，吼、哦，全部要爱，或者全冬瓜。伊这个作用的这个方法，用水。啊，落去山山来吃，每天一贴。适应症是治疗地毯性印度炎。这地毯性的，这拢会痒，吼、哦、会痒，吼、哦，敢那啊，大部分生八角，这拢会痒，吼、哦，有厉害吼，拢真艰苦，吼、哦。所以大陆的这个中医
可以用栓塞剂，啊，西医可以用栓塞剂啊，人家大陆嘛，中医嘛可以用栓塞剂，啊，西医栓塞剂是西药的部分，中医用栓塞剂是用中药，哦，无同款药啊，哦，啊，同款可以用栓塞剂，安尼你知吼？好来，到这依然是休困听歌，来听阿宏所唱的这个咱两个人的约会，共同欣赏。头过半步，天气炎热，怨念像火炉，约束不敢顾，想要出门。
出门无几过，果然大雨已经滴落土，下起又落雨，唔去惊伊，丢丢东啊伊就讲阮是哟真糊涂。无雨这呢粗，无来赶紧，行来到半途，越过大马路，又叫大雨，丢丢东啊伊就阿家，规身淡薄薄。哎呀，真真害人，就是西北清风诉说情怀，时光不停留，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世上美的花开得多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我那样关怀，
怀。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这部是阿宏健康漫谈。咱这个这部是每工拜到拜六，下晡时4点开始到6点。由我李老师阿宏，甲咱网友共同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那么真歹势吼，拄只叫断讯。断讯的这个原因，就是突然间跳电，当然电过来。那么跳电，哇，这电脑，加一挂这个，譬如讲 DVD 啦，吼，拢转来刷，爱重来，所以说那样真歹势吼，拄啊，互咱看到一挂画面。拢是黑黑的，后头赶紧啊！哇，这哪会，搁倒一个出问题，啊，都连线啊，啊哪会是安那，搁云雾拢乌乌的，哦，查来查去，现场的都有咧，哇，啊，我才知影讲 DVD， 那停电了，无电，伊都爱搁甲电开机，啊，那无。伊无法度通电恢复，吼，像这电脑有
有家己个恢复啦。啊，这个 DVD 拢无，啊，我唔知影。吼，啊，即马知影以后就知影讲，哎 ，DVD 赶紧个开落去。吼，啊，当然，我想奇怪，啊，哪会拢连线袂出来？吼，啊，伊个就是安那，伊个就是这个中华电信。吼，啊，算讲一时断去，啊，我袂连线，个连无，个连无。落尾啊，这个点开开机啊，落尾啊，这个点开机，吼，啊，这个点连，啊，点连是有连啊。阿妈过一瞬啊，嗯，奇怪，画面奈拢乌乌呢，哎，无影像。哦，啊，落尾啊讲，哎，啊，这就是 DVD 的，啊，我的这个 DVD 的，这个开关切来切去无，啊，落尾啊说，哦，切到现场的，啊，现场都有，啊，我就说啊，这就是 DVD 的问题。啊 ，DVD 机，迄个算讲，迄个机械，甲看卖，哇，无开机啦，落尾我才阁开机。后来咱继续，咱来讲妇科，即个阴道炎。那么拄则咱讲即个枯地砖，咱即马来讲即个杜大甲，啊来。堵塞，就是用抹的就对了。涂剂，吼、哦，用个杜大甲。你们看杜大甲呢？杜大甲一般我所知影吼，拢提提掉。但是药厂，药厂最近几年有在收集这个杜大，啊，有在浓缩。啊！你若普通市面上的这个地点的啦，拢无地大。较早有哦，较早你那咧地点的在卖地卖，你看都有一独大。伊若抬几只都都独大。啊，即马安怎？即马人咧收集啦，人咧收集，吼、哦、收集。即啊，譬如讲。这个，譬如讲，咱那中医啦，吼，伤科，伤科伊这个药啊，吼，有得染这个地大，地大来消炎嘛，真好用啊，吼。啊，加这个药厂的即嘛，有几间药厂的有得收集，所以即嘛你地点的去啊看，拢无地大，到地会啊，你讲哎啊。头家啊，啊我爱一个滴答，你嘛看有无？哦，安尼好，我明仔载，我明仔载再叫伊来啦。吼，安尼，啊当然伊啊太滴有权利啊。我太五只滴，你五粒蛋你甲留起，啊伊就爱留。啊那无伊就直接归个人咧收集，吼、哦、人咧收集，吼、哦。咱继续，即伊即个处方是安尼，新的即个独大甲。哦、有遐济啊啦，哦，若干。那么以这种方法是将到新的这个毒丹汁装入去大补液的这个管啊来，吼、哦，管啊来，装个管啊来，吼、哦。过来就是讲，这个加挂啊个密封起来，哦，啊这个经过高压。而这个杀菌了后，这个高压杀菌就是一定要用迄个高压的迄个热度，啊来去消毒，吼、哦，啊放喺冰箱内面，啊放好好势，啊甲存起来，啊保存好势。那么伊一拍，也这个乳酸冲洗阴道。吼、哦，那么无浸啊，无浸，也这个打，也这个米啊，吼、哦，啊，就去切这个阴道壁。往过都打只，吼、哦，啊，落去洗，啊，落去切阴道壁，落去切，吼、哦。前后差不多，伊这个算讲
这个经龙，经龙就是这个什么呀？意就是讲阴地啊的前后，甲什么呀？甲主宫殿遐迄个所在，拢爱洗，然后用个消毒，是这个米消毒米，温滴打结，吼、哦、啊，落去切，吼、哦、切拄啊咱第一讲的遐迄个所在，阴道壁、阴蒂啊，啊甲这个。子宫颈，吼、哦，子宫颈迄个所在，吼、哦，拢爱落去甲，落去甲洗，用棉啊落去甲切，吼、哦，那么切只部位。那么我要啊，注意，袂使有叫老高去，就是讲每一个所在拢爱抹好脚掉。吼、哦，袂使叫烂放去。那么每一日讲一遍，连续刷三工为一个疗程。伊这个适应症是地毯性的阴道炎，因为伊这个打结真苦，啊又消炎，而且功能，啊你这样苦，啊伊安怎？伊个痰惊迄个苦，就会翘起来。啊，伊个滴答有消炎，所以你伫个煮迄个算讲，伊迄个壁，吼、哦，伊迄个壁个所在，阴道壁个所在，啊，甲子宫颈、哦，子宫颈，遐迄个拢一定爱。洗好、抹好，吼、哦，全部拢爱抹油啊，卖叫漏胶去。伊是惊讲你若无安尼平头，啊，落去抹油啊，吼、哦，啊，你若无抹油的所在，伊拄啊好有迄个地毯，那安尼也得够繁殖啊，哦，伊得够繁殖。哦，这条是在治疗地毯性的这个阴道炎。第三临床方治疗阴道炎、阴道发炎，处方的这个名叫做灭地印，灭就是消灭的灭，地就是地堂的地，印就是饮水思源这个印，灭地印。处方里面有昆布。青头，也即个菜头，所以青头的菜头，就是有哦。迄个菜头，要甲头啊遐有，遐有青青的，伊就是咧讲安尼。哦，青头，也即个菜头，啊无菜头长啊，迄个嘛青青。但是要起迄个菜头长啊，有无？遐迄个菜头，迄个头。要甲菜长啊，迄个周围拢有青青，要治这個。这个毒泡泡吧，那么伊这個毒泡泡吧，可能咱台湾这个名都拢唔知啊。那么伊这個我来甲解说，伊这就是毒，而这个。肚皮肉啦，那么肚的这个腹肚，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咱普通肚唔到，肚过来唔到，有这膀胱啊，对不对？唔是迄个腹肚，迄个肠啊，迄个唔是哦。伊这个讲肚，就是腹肚这个，就是咱所谓讲膀胱家这个所在，就是出血。诶，这个肉，诶，肚皮，诶，这个肉，吼、哦，过来就是讲
花椒，吼、哦，川花椒就对，吼、哦，这中药房拢有咧卖，甚至即马一挂迄、那个，什么店，迄个卖迄种，迄、那个干妈店，吼、哦，干妈店。迄有诶，因为有伫卖，吼、哦，迄有诶，即属于芳疗嘛，吼、哦，即属于芳疗，吼、哦，酸花椒属于芳疗，啊，咧做药啊，过来嚼嚼啊，一只盐，即用诶即个方法，就是顶头咱伫讲诶即药啊，昆布啦，即、這个青头诶即个菜头啦。都泡泡巴啦，川花椒啦，食盐啦，食。啊，加水落去炖，落去炖炖汤，每天食一贴，连续刷食三贴为一个疗程。现在有的吃三天，有的吃十天，有的吃一个月。当然慢性病的，你都要吃一个月。啊，有的是安怎叫你三天为一个疗程？有的一礼拜为一个疗程，有的十天，有的十五天是安那？都是要观察吃这药啊，到底治疗效果安怎？因为伊这急性。那么急性的你药啊落去，落去三五天，落去看诶，啊，即马效果安怎？啊，那无效，啊，就赶紧调整药啊。啊，那有效，吼，啊，是讲倒药有啥物啊，会当加减啊。吼，治病是来安尼，爱即时看伊即个病情，诶，即个病情发展，啊来讲即个。聊天这些应症是地堂性的这个阴道炎后来我们一晚上再休息呢稍等我们再回来嘿来昨夜星辰共同欣赏。昨夜的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想起起偏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爱是不变的星辰，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藏匿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像眼神点燃爱的火。
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支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春天的早起，生活来锁定飘地的滚青春和你的每回呀来每回每回回旁有气你得注意啊，咱各位每回滚哟。继续搁当来现场吼，哎，咱这么说，今天的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咱这节目是每工拜一到拜六，一波是四点加六点吼。那么有小弟李老师阿宏在现场，啊来主持服务。今日主题。延续到咱前一回妇科疾病，咱介绍甲阴道发炎。那么第四个这个炎症，阴道发炎，名叫做这霉细节，就是霉菌，也霉吼，这霉这个细节，就用细，因这大陆拢。足多，那么安怎讲？内功外用，一方面吃药啊，一方面对环保啊来做治疗，效果会使讲未输西医，阁无副作用，阁无副作用，吼、哦、西药啊阁有副作用，啊中药无副作用，吼、哦，伊这村是安尼，用个苦心。这个苦心有苦心剂，啊加苦心根。那是苦心一般拢是苦心根啊。伊这吼、哦、对这个地糖啊、皮肤的痒啊，这个苦心根效果介好，效果介好，吼、哦。爪床剂同款，嘛咧治疗免疫系统，吼、哦，也会顺安尼。抵抗力无够的，
你可以用这个爪撑子有补的这个功能，体质较差可以用这个爪撑子来治疗一些这个霉菌啊，这些这个地糖这些啦，包括其他的这个皮肤菌群，这爪撑子也有效。再来顺骨方、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在治疗什么？治疗那个淋病的啦，这个大部人掉酸啊啦，这个花果柳香，要去掉酸啊啦，就是这个暑湿部症起来。啊，暑湿部就是啥？就是淋巴的所在，所以淋巴这个感染也这个困到个这个淋巴的所在。当然，伊淋巴球啊，甲外来的这个细菌，那么病毒会消退。啊，所以伫个遐啥症个发炎哦，癌症。爱一挂这个淋巴球，甲细菌作战的死的，买变狼哦，变狼哦，化脓就对，就是安尼先哦。所以用个土茯苓，过来黄柏，黄柏会当对下部，包括膀胱，那么周围。器质性的，而这个病症，黄柏拢会当来做治疗，有消炎，而这个作用。过来高环，环有过来讲，环有明环、燥环、高环。那么高环就是安那，就是藏较久的，藏较久的。啊，当然放较久的，当然伊较无遐耐，啊，伊这个环，咱曾经有讲过啊，有的洗啥物啊，过肠啊啦、猪肠啊啦，就是拢爱用环。环有几啊种的，有白环，白环是啥？这个明环，搁落经济，搁落经济，这就是白环。还有燥环、明环、高环等等，有这些名称。这就是说算激素啦，再来香黄，香黄也可以杀菌，所以古早人如果五月初五，就喝黄香酒啦，不然就加咱这个这个什么啊？扁白啦，香啦，加香草啦，这个当辟邪，包括伊这个，咱第讲这个香黄，伊上这药啊，水落去煮，先。落去熏了后，才落去洗。因为伊这个熏呢，安那有蒸汽，伊这个咱落去行行，毋是会烟，先用迄个烟落去清环保了后，才过来洗。每工两遍，每工两遍。伊这条适应症治疗霉菌性的这个阴道炎，过来第五个哼，六神丸，这六神丸就会使讲内面的这个药啊，拢真贵，而且嘛真少伫用，
伊这个借用这个方法，患者要困进前，用个洗清气的这个滚水，啊来洗好清气，这个外阴部、内阴部。那么去眠床顶了了后，就转呢仰卧，哦，仰卧，也这个倒向天仰卧。提咱这个六神丸十五粒，啊，甲踏在这个阴道的所在，每暗一遍，哦。那么经期的这个期间就停用，哦，六天为一个疗程，哦。那么踏六天休一天，踏六天休一天，啊，那经期来的时候就停起来，哦，卖用。伊这适应症是治疗地毯性的阴道炎，哦。来，下面咱来讲这个子宫颈发炎。子宫颈发炎，发炎分发炎，有的是泌乱，哦。咱即马是咧讲子宫颈发炎的。那么子宫颈发炎，有急性的，啊，甲慢性两种。那急性的，就是甲慢性的，吼，哦。那么比较的，就较少看，普通拢慢性的，吼，哦。那么，所以伊这个急性的，无伫个遮，啊来讨论，意思就是讲，这拢。现在说的药啊，临床上都是慢性的，因为急性的普通有的去洗洗消炎的吃吃这样就好起来，啊，如果有的不好，什么不好，就是经常在接触这个菌，所以不好，所以变慢性的。慢性的子宫经发炎是女性生殖器官内面上界电来看的一种的这个病症，并且甲子宫颈癌的这个发生，哦，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主要的这个症头是白带真多，吼，哦，啊，假算讲有人，都想想啦，有歌啦，有人，哦。那么会发现腰酸背痛，哦，啊，甲会酸啊，尔会爬步，会感觉会强要落去，哦，爱痛，以及着膀胱、刺激、症状等等，这个症状，哦。那么咱今日就讲这个子宫颈发炎，以这个症头。临床验方，咱等待下一回，啊，再来分解。啊，咱节目也已经到，时间也已经到，咱期待下一回，同这个时间，同这个网络，啊，不再相会。好，恭喜，再见，拜拜哟。在空中相会，你的声音可爱，你的给我